是，我是今天的主讲柴教练。那今天呢，给大家讲一个，就是当有人扇你巴掌的时候，你该用什么方式来进行一个保护和反击？首先还是给大家复习一下上节课，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格斗式的一个动作。对方扇你巴掌，啪，保护，然后直接下劈，啊，直接砰下劈，这样进行一个攻击。那今天呢，还是同样的这个格斗式，那对方用右手攻击你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样？保护还是一样的保护形式。然后攻击的时候呢，看我们的后脚抬起来了，转，啪，这样的攻击。来做慢动作示范，砰，砰，啊，对，攻击，脸、脖子和身体，